劳驾，我是国防军报的记者，且帮我接一下南京国防部。喂，是小娜。爸，我要跟你说件事。什么事儿啊？石彦夫跟我说了很多话，让我悄悄地告诉你。他说他手上有当年维港谈判的录音带，那里面有你说的话。他还说了什么？他说，如果你要是不放他一条生路的话，到了南京，他就把录音带交出去。他让你一定要想清楚，这也是为了你自己。爸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喂？喂？爸爸？老同学，我是石彦夫。为了避免我们双方士兵无谓的流血牺牲，为了你们孩子的安全，也为了你我二人的仕途，我们应该见面好好谈一谈。师长，这样对你会有好处的。这个石彦夫是在骗我们，绝对不能相信他们。与其你们死在这里，不如我们商量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，也要想一想那些无辜的孩子们，这其中就有你自己的女儿。鬼子胡说，孩子早已经走了。万一呢？万一孩子们真没走成呢？将军，会不会被他们识破啊？董玉清没那么聪明。那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？稍安勿躁，再等一等。去吧。老同学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听说你军校毕业以后改名字了。你把我找到这儿来不是为了叙旧吧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名字可以改，性格是改不了的。有什么话你直说。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你的100多个孩子在我的手上，也包括你董玉清的千金。上学的时候你就经常来这一手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哼，你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想想，就凭那辆破卡车就能冲出一个师团的包围圈吗？别妄想了，中国有句古话叫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。你董玉清的女儿在我手上，我不怕你不跟我合作。石彦夫，我太了解你了，狡诈善变，你的手上根本就没有我们的孩子，一个都没有。我还不知道你，如果有，你早把我的女儿领到眼前来跟我谈判了。哼，你还是那样顽固不化呀。这叫以死明志。哼，董俊，你会后悔的。你可以继续顽固不化，但是你改变不了什么。你要知道，明年的今日
可就是你和你的虎威师的周年忌日。你既然这么有把握，还找我来干什么？你还要跟我谈什么？老同学，我想给你一条生路。你自己看看，你看看这局面，你看看啊，你能逃得出去吗？报告，进来。君佐，好像出大事了。什么？特勤小组屡次遇险的谜底已经揭开了，除了日本人外，还有一只黑手。不是捕风捉影吧？我们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。特勤小组在方庄车站遭到炸弹袭击的事，想必军佐没有忘记吧？当然没忘。国防部调查组已经查清了炸弹型号，根据记录，炸弹是您的一个属下领走的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军座不会不知道吧？谁啊？军座到了就知道喽。这边请。秦风，怎么回事？俊佐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俊佐，他是您的人，还是您来审问比较方便？你为什么想杀死石彦夫？是谁让你干的？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你居然被人收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抬起头来，你应该明白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。你今天必须说出是谁指使你的。如果你不说出是谁来，今天我就毙了你。俊总，我对不起您，您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该听白处长的命令，不该听白处长的命令去炸火车。你血口喷人，你要替我做主，你小心。你哎，你让把他打死了。他要开枪，他是证人。你这是杀人灭口。我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，我要向上峰报告这件事。四座，军座可是从来不配枪的。对呀，妈的，这个老狐狸。他说他手上有当年维港谈判的录音带，那里边有你说的话。如果你要是不放他一条生路的话，到了南京他就把录音带交出去。东军呐、啊，
有些事情你可能还不知道，甄夫人已经入土为安了。你说什么？上个月甄夫人回山东老家探亲的时候，我……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董俊，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，如果我在场绝不允许他们这么做。董俊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你就应该好好想想你的女儿，如果你死在这里，以后谁来照顾她？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骂我卑鄙，可我也是个好儿子好父亲，为了我的亲人，我什么都可以放弃，包括我的尊严，我的一切。你这种人根本不配讲尊严和道德。可就是我这个不配讲尊严和道德的人，要给你一条生路。难道你舍得离开你的女儿，让她一个人无依无靠地活在这个世上？路就在前面，你自己选择吧，要么投降，要么死。老同学，你想想你的女儿，想想你自己的后半生。我不能为了我的女儿牺牲300多个弟兄。这样你宣布投降，我保证你的虎威师从这里离开的时候，个个都是生龙活虎。不，我不相信你。你没有别的路了。我想你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女儿死在这里吧。董事长，两军阵前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是选择愚昧战死，葬送女儿的幸福，还是下令缴械投降？你尽快选择吧。我怎么能相信你？你有什么保证？我以军人的荣誉，事已至此，你只有选择相信。他让你一定要考虑清楚，说这也是为了你自己。爸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师长，不能去。孩子在他们手上。石彦夫在骗我们，你不要信鬼子的话。孩子确实在他们手上。这不可能，我跟他们拼了。我命令你，为了这些孩子，投降。去办公室。
师长，你们受骗了。哎，别动！任保安，你这个废物，孩子为什么没有送出去？参谋长，你们受骗了，孩子们都安全转移了，你们不要上小鬼子的当。带走，师长，起来，走，出去，走，对，师长，你们受骗了，师长，你们被骗了。现在反悔已经来不及了，为你的前途着想，为女儿着想，我们上鬼子当了，上鬼子当了，弟兄们，抄家伙跟小鬼子拼了。参谋长，董小姐，董小姐，什么事啊？办公室有你电话，是国防部打来的。谢谢。喂，小娜，是我。这件事本来不应该把你牵扯进来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石彦夫说得很清楚。
你还有什么事？你就必须按照我说的去做。你给我听着，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如果你不想出办法救出石彦夫，我们会让你的女儿为他寻葬。我求求你们好啊，只要你想办法协助我把石彦夫救出来，你的女儿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，与你共享天伦之乐。我求求你们，一定要保证我女儿的安全。我保证，我说到做到。同意了，嗯，我就知道他不会变，他还和他十年前一样的懦弱，他永远都不可能战胜我。将军阁下，嗯，明天上午10点，御医会过来检查你的身体，到时候你就想办法装病，只要你出了这个监房，其他的一切事情就交给我们。嗯。只要你想办法协助我把石彦夫救出来，你的女儿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。刚才铁路局来电话了，铁路马上就修好了，我们下一步呢要先把石
么事儿？给犯人检查身体。老孟，把门打开。哎，他情况怎么样？病人情况不太好，心率很不齐呀。心率不齐，有可能犯心脏病吗？这可真不好说。听着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让他活着到南京。那最好让他进监护室，一旦有什么突发情况，好及时处理。给我钥匙。沈父起来，我带你去监护室。不，快点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这是带你去监护室检查一下啊！不，我就死在这里，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你会死的，但不是在这儿。走！不，我不去，我就是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。局长。在监护室周围增派警力，任何人不许靠近监护室，明白了吗？是。好，去吧。你走。你们这是带我去哪儿？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不去，我走，我不去，我。只要你出了这个监房，其他的一切都交给我们了。何野君，何野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需要用你的火字令牌把将军救出来。那块令牌没用了，现在去也是送死。何野君，何野君，把火字令牌给我。晚了，现在一切都晚了。你别喝了，现在不是借酒消愁的时候。不用你来救救我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。何野君，还没有结束。你听我说，我们军情局已经控制了董一清，今天晚上他会帮助我们把石彦夫救出去。真的？是的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把火字令牌给我。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救出将军。何野君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。我也要参加行动。你是知道的，我们军情局人员执行任务是不许别人参加的。仁子，
虽然我不能参加这次行动。但是你一定要记住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守护着你。我们一定会安全回到日本的，请你相信我。何野君，你看。这是你在日本的时候送给我的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边。有它在，我一定会平安无事的，你就放心吧。石彦夫，起来吃药了。这老鬼子，临了临了到南京了，还跟咱们玩这手？让他玩吧，咱俩在这死死地盯着他，让他闹，我倒想看看，他能耍出什么花样来。马少校，有你电话，南京来的军线长途。你去吧，放心，有我盯着。嗯，你小心点，一步也别离开他。嗯。喂，喂，我是马云飞。喂，喂，喂，云飞，是我。军座，你身边有人吗？没人呢，您说吧。怎么样，东西找到了没有？还没有。凤阳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一切都挺顺利的，就是石彦夫的心脏病又犯了，在监护室里。如果不出别的意外的话，我们明天上午就能上车了。不能再出任何事情了。嗯，您放心吧。这一路上追杀你们的人有什么线索？还没有。云飞，啊，你听好，你现在去办一件事儿。嗯。石彦夫是不是有一个包袱啊？里边有一封信。对啊，那封信我已经查过了。你听我说。你把这封信再去仔细的检查一遍。日本人有在信里头写密语的习惯，这是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偶然听到的。也许石彦夫的秘密就藏在那儿。军座，您的意思是？我只是说也许。我明白了，好，就这样。
小娜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天气太热，睡不着。有那么热吗？热，你不热？哼，是不是你心不静，所以觉得热？到南京就好了，对吗？有可能。别着急，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明天下午我们就到南京了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走了。等等，那个，也许到了南京，我们就不能再见面了。怎么会呢？想见就见呗。也许我还有别的任务。那任务完成了再见呗。就这样，我先走了。小娜，别忘了小时候拜天地时你对我说的话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给黄牛，遍地走。你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？随便问问。放心，忘不了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给黄牛遍地走。哼。我既不嫁鸡，又不嫁狗，我就嫁给马云飞，嫁给哥哥抱着走。说今天晚上有人要劫狱，石延夫需要转移。我已把颜色在脸上为我做掩藏，漂洋过海我悄悄上路，消失在迷幻的羊肠，这一片地红地在身上，化作迷彩妆。天亮之前，我屏住呼吸，埋伏在敌人的心脏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。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，转告你此行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，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，悄悄地打出背后一枪。我已把颜色在脸上为我做掩藏，漂洋过海我悄悄上路，消失在迷幻的羊肠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。让那万家灯火的暗香，转告你此行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，朝着仇恨我的方向，悄悄的天快蒙蒙亮。我已把颜色在脸上为我做掩藏，漂洋过海我悄悄上路，消失在迷幻的羊肠。这一片地红地在身上，化作迷彩妆。
天亮之前，我屏住呼吸，埋伏在敌人的心脏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。像那万家灯火的暗香，转告你死心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临别时来不及儿女情长。像那万家灯火的暗香，转告你死心的真相。亲爱的人啊，请不要悲伤，露出笑容为我装胆量。朝着仇恨路过的方向，悄悄的天快蒙蒙亮。一线上阳光就要唤醒